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距上次拍家里面的肉肉，好像就隔了一天吧，隔了一天。今天回来看那个肉肉，肉肉上面好多肉肉，就像打了那个腮红一样，看得超级的不真实，一下子就上色上得特别的明显。这会儿我们去看一下，待会儿我还要拆一个包裹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包好的包裹又被退回来了，待会儿去拆开，因为这个朋友的肉肉比较多嘛，所以说要给它拆开，重新冻着。等到他们那边，我估计等到他们那边能寄的时候，估计也就春天了。这是这边的肉肉，芷乐就毋庸置疑的，就不用说了，芷乐长了很多很多。然后就是这边，我觉得特别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春萌了。春萌上次我还说有一点点尖尖了，不是很明显。你看今天一看的话，这个明显了好多呀！你看这个尖尖，就像打的那个腮红一样。特别的好看，是不是红了特别多？尤其是从顶端的这个位置看，红了超多的。然后还有丝绸面纱，丝绸面纱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你看这颜色，看这边的这个紫的这个糖心，然后这边的那个就是布丁，给大家看一下这盆布丁，一两天不见这颜值。看红了好多，这下面的都红红的了，一大盆的还蛮好看的。记得之前超级绿的这个红自莲吗？看现在都开始上色了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漂亮了很多？放在外面露养，我觉得这几天颜色上的格外的快。还有这边之前的那个马库斯，我说有一点点变化的那个，是不是这个变化就更大了？还有这果冻一女星的小尖尖，好漂亮呀！现在到后面地里面来，地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地里面的肉肉。地里面的肉肉，我觉得好多变化也特别的大。我今天早上看了之前一直很绿的一颗地亚，然后今天早上它就变红了耶，好像是这里吧，好像是这一颗。你看这个地亚就红了很多。这个是那个乔伊这边的一些拼盘，你看吧，地亚都在开始红。今天早上无意之中看到那边，我的那个乌木不是春天的时候自己种的那个乌木嘛，放在外面，因为它恶劣的天气，它叶片有一些不太好了。但是今天看到那个小红尖尖，看吧，这颗其貌不扬了，因为之前放在外面露养，它环境比较恶劣嘛，你看都成这个样子了外面。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星星，刚长出来的新叶子，这个小尖尖。好漂亮，好仙气哦！还有我这边的火鸡，你看，这火鸡都开始红了，都已经红成这个样子了都。看，最近这马库斯，上次看的那个小马库斯，现在颜值都是颜值高峰啊！你看，每一盆都好漂亮。看这盆春萌，春萌最近上色确实很厉害，最近的红知玉开始红果果的了。看我种的小马库斯，现在颜值不错。我去看一下我夜插的肉肉，这两天霜冻稍微要厉害一些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这好像看着没问题，大多还是没问题的。看这些叶子，这边都是我老妈帮我新种的，就是之前整理的不太好的，然后就拿回来插。你看，哇，这一排排的那个玉背冬云，就是之前不是大棚里面选了吗？有的有一点问题，我就把它修了，重新自己种着的。你看这玉背冬云这颜色，美的不要不要的。然后这边好多是我买的那个砍头的回来插的，这个岫岩大家都知道，第一期拿的那个岫岩不是很好，我就全部的那个脱土全部自己种了。你看现在。颜值还不错耶，保了好久，因为相当不行降低，所以里面本来原先是插了个泡沫箱，然后又用泡沫箱外头又加了一层纸壳子，结果包的这么严严实实的，发不对，没法发，因为不行的原因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我知他风雨兼程途，今日目不详，穿越人海，只为与你相拥。此刻已。
皓月当梦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或许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柔望。终于要拆完了，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，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，让樱花偷偷吻你额头，让世界美好与你缓缓相扣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